你知唔知啊？每次航天员出舱外边做嘢嘅时候，都要着呢套飞天航天服。佢好高科技噶，就比人比喻成可以着上身嘅飞船。你留意一下，佢背后面仲有一个1.3米嘅大背囊，佢入边就有住全套嘅生命保障系统。呢一个系国产最大直径嘅盾构机京华号，佢嘅机长150米。直径的最大挖掘是16.07米，它已经成功用于北京东六环改造工程。它的特点是刀头设计参照了红色京剧面谱，它象征了忠勇义烈